夏天嘛，就是要爱夏天，所以夏天的时候呢，除了要穿得很清凉之外呢，但也是会下水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今年的防水相机玲珑满目。所以今天呢，在我们的 Pentax 也要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顶尖的这个防水相机。所以呢，请到我们的 Mark 跟大家来说一下特色在哪里，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。那这一台的话就是，我们的主打的防水相机 W60 哦。那这一台的特色来说的话，它水下可以深潜到4米深，那它的操作时间可以连续在水下做2小时的操作了。对，那像一般来说，其实有些品牌它虽然可以说深潜到10米、5米甚至更深的一个，对，那但是它的操作时间却只有半小时、30分钟而已。对，那有时候在使用的话，其实蛮扫兴，就是我们突然下水，然后可能半小时就要上来。对，嗯哼。因为其实有时候浮潜或深潜，而且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深潜的人，他喜欢时间比较长，因为他就是要去看鱼群，比较一些特殊的一些鱼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潜下去的时候，哇，没电池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。所以这2个小时是很主打的一个功能。那还有哪一些特色，或是呢，它丢在水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画质呢？可不可以呢，请我们的 Mark 呢，由这个画面透出，然后让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呢，还有我们的网络上面的前面的观众朋友，也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呢，可以稍微来看一下我们在水中呢，我们这一款 Pentax 的画质到底是如何，好不好？那我就为大家稍微示范一下它的操作哦。那它操作来说的话，我们全部都是以图片的方式，就是很简单的操作，图片搭配这个文字哦。那它特别就是说，假设我现在水中，那可能有些照鱼群啊，或是照一些比较动态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录影的方式，我们直接做操作好了，可以到嘿。就可以看它的画质这样子。是说，你看有一台这样防水的相机啊，其实说不要说去海边呐、啊，有时候那种小朋友在家里面有没有在浴室玩呢、啊？你天天都可以拍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。而且我刚刚看他那个操作画面，真的都好可爱、哦，而且就是你用图片就看得懂，所以可能老人家也都可以做使用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呢，在今天呢，我们 Pentax 呢，我们的 Mark 跟大家介绍我们这防水相机的功能。但是价格的部分不免俗的一定要问一下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大收集。奇谋呢 ，Abby 就是替大家来，除了呢告诉大家要怎么样选择他想要的商品之外呢，推荐的商品之外 ，Coco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好不好？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其实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在会场来说应该算是最高规格，那它的价格来这边，只要来这边的话都会有惊喜价了。对，你们家人都很讨厌哎，每一个都是个惊喜，而且都不讲，现在来神秘的就对了，你们家真的这样到会场的话，我们会有很丰富的赠品会搭配了，等于说你就是一个大全配这样子，像记忆卡我们会赠送，然后皮套、脚架、副厂电池我们都会做赠送了。就是不说价格，就很任性、很硬，耳根子也非常硬，但基本上没关系。你来到会场，你听到的价格一定会比你现在说的更来得惊奇了，因为我知道他们价格真的杀，很杀。所以呢，当然不方便在这种公开的网络上面讲，因为怕会被打。没有啦，其实真的很优惠的价格给现场的所有听到的观众朋友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这个惊奇价，别忘了来 Pentax， 你就会知道这个神秘的价格哦。